你好，跟你分享一个动作，双手向前对拍，每天早上50个，不但可以疏通全身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改善头晕失眠。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吧。姐姐，你不要再徘徊，请你听听听听我内心的告白。对面的小姐姐，请相信我的爱，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小男孩。这么多天来，我天天在等待，等着你一双大眼睛羞答答看过来。姐姐，你从哪里来？你就像一朵金花儿，可是为我开。对面的小姐姐，你不要再徘徊，请你听听听听我内心的